脸要被纳必谈商演价格，有人在意我的脸，有人在意我的钱，有人霸气呛声，有人呵呵飘过。在流言蜚语漫天飞的娱乐圈里，哪怕你没有看破红尘，也要练就充耳不闻。最近某演出公司曝光了一组好声音学员的商演价格，并未进入四强的姚贝娜以36万元稳居学员榜榜首。昨天她就现身北京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新闻发布会，当被媒体问及此事时，作为商业机密，姚贝娜当然淡定的选择不回应了。实现演出价是36万，好像是第二级好声音里面价位最高，你有听过这个消息？我看到那个网上传的这个东西了，钱这个好像我不是太关心。现在这个商演啊，或者这种商业活动是不是特别多？工作会不会安排很多呀？工作确实安排的很多，对，会比之前要多很多。工作满档，即便是商演价格一般，那人家也是薄利多销。不过作为一名乳腺癌康复者，如今还是如此淡定的搏命赚钱。小编在这里要友情提示一下，娜娜多注意休息，这才是正道啊！我是